WhatsApp 50员工搞掂晒 ，WeChat 请够20000人。50个员工唔系讲紧香港嘅中小企，讲紧嘅系每日要处理500亿个 message 嘅 WhatsApp 啊，工作效率真系冇得顶啊！佢哋话全靠设计最简单，专注喺 message 功能，先至吸引到全球大约4.3亿个活跃用家咋。至于 WhatsApp 嘅对手 WeChat， 注册用户超过6亿，虽然用户最多，不过员工都唔少噶，全球有超过20000人。计计下数是 WhatsApp 的400倍啊！至于好多女仔都中意用的 Line， 注册用户超过3亿，佢胜在多花神，啲贴图公仔劲 Q， 赢晒啦！不过佢嘅公司规模就冇 WeChat 咁大，但系计晒日本、韩国、台湾啲分布，规模都唔细噶。其实呢类通讯 App 最紧要是简单、方便、安全。所以 WhatsApp 就算人少少，冇咩花神，一样可以全球通行。